看啊！但我100块，叫我买鸡腿便当的翔哥，翔哥，什么东西？听都没听过。哎，干！你现在跟这种菠萝用的卡小，我操！哎，你知道我们从华西街到昆明街，通通都是我们鬼市集来管。拜托你就跟着我吧，你再怎样都比这个强吧。我强化哑巴哦。你难道是没有听说过我们孙氏集团吗？孙氏集团，说那个总裁庆生放烟火，直接用核弹那个孙氏集团，就连郭台铭都跟他们借钱。干，听说霸气总裁那个小说全部都照抄他们家的故事哎、欸，那个孙氏集团。